早安，你好，欢迎你一起加入2024年6月26日星期三早上由美国马里兰州哥伦比亚市圣公会基督教会的晨祷。首先让我们读一篇经文，诗篇第19章14节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我们现在聚集在上帝这属灵的大家庭里，要感谢主的大恩，颂扬主的荣耀，静听主的圣经，又为世人的需要祷告，恳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过，求主施恩，使我们借着圣子耶稣基督将自己献上侍奉主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我们应当在全能上帝的面前谦恭认罪。所以我们应当在全能上帝的面前谦恭认罪。全能的上帝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常在思想、言语和行为上得罪主，又得罪人，又因自己的疏忽，本性软弱，当做的不做，不当做的倒去做。现在我们痛改前非，决心悔罪，因着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，求主赦免我们以往的罪恶，又施恩，使我们成为新人，常侍奉主，就将荣耀归于主的圣名。阿们。全能的上帝，愿意饶恕一切真心悔罪的人，愿上帝怜悯你们，赦免你们，拯救你们脱离一切所犯的罪，坚定你们的心智，加强你们行善的力量，保守你们得享永生。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。阿们。求主使我们开口，我们就赞美主，让我们来敬拜主，求主的圣名受赞美，但愿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起初这样，现在这样，以后也这样，永无穷尽。阿们。来呀，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我们要来感谢主，用诗歌向主欢呼，因耶和华为大神、为大王，超乎万神之上。地的深处在主手中，山的高峰也属于主，海洋属主，是主造的，旱地也是主手造成的。来呀，我们要屈身敬拜，再到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，因为主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是主牧场的羊，是主手下的民，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普天下的人都应当敬畏主，因为主来了，主来要审判全地，主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信实审判万民。但愿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起初这样，现在这样，以后也这样，永无穷尽。阿们。诗篇119篇。你们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，你公义的典章，我曾起誓遵守，我必按誓而行。我甚是受苦，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耶和华，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，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。我的生命常在危险之中，我却没不忘记你的律法。恶人为我设下网罗，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。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，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。我的心转向你的律例，永远遵行，一直到底。心怀恶意的人为我所恨，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又是我的盾牌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。作恶的人啊，你们离开我吧，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。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，使我存活，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。求你扶持我，我便得罪得救
求你扶持我，我便得救。时常看重你的律例，凡偏离你律例的人，你都轻弃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诡诈必归虚空。凡地上的恶人，你除掉他，好像除掉残渣。因此我爱你的法度，我因惧怕你柔就发抖，我也怕你的判语。我行过公义和公平和公义，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，求你为仆人作保，使我得好处，不容骄傲人欺压我。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话，眼睛失明，求你照你的慈爱待仆人，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悟心，使我得知你的法度。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时候，因人废了你的律法，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，更胜于金金。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，我却恨恶一切假道。但愿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起初这样，现在这样，以后也这样，永无穷尽。阿们。第一篇经文，旧约圣经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到十六章第三节。过了些时候，到割麦子的时候，申孙带着一子山羊羔去看他的妻，说：“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。”他岳父不容他进去，说：“我固定你是极其恨他，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。他的妹子不是比他还美丽吗？你可以娶来替代他吧。”申孙说：“这回我加害于非利士人不算有罪。”于是申孙去抓了300只狐狸，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，将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，点着火把，就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站着的禾架，将堆积的禾捆和未割的禾架并橄榄园尽都烧了。非利士人说：“这事是谁做的呢？”有人说是提拿人的女婿申孙，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。于是非利士人上去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。申孙对非利士人说：“你们既然这样行，我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。”申孙就大大击杀他们，连腿带腰都砍断了。他便下去住在以坦盘的穴内。非利士人上去安营在犹大，布善在西利西。犹大人说：“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呢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上来是要捆绑申孙，他向我们怎样行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。”于是有3000犹大人下到以坦盘的穴内，对申孙说：“非利士人辖制我们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他们向我怎样行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。”犹大人对他说：“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，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”申孙说：“你们要向我起誓，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。”他们说：“我们断不杀你，只要将你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”于是用两条新绳捆绑申孙，将他从以坦盘带上去。申孙到了利西，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申孙，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，他的绳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。他见一块未干的驴塞骨，就伸手拾起来，用以击杀1000人。申孙说：“我用颅骨杀人成堆，用驴塞骨杀了1000人。”说完这话，就把那驴骨从手里抛出去了。那地便叫
拉味利希，孙孙甚觉口渴，就求告耶和华说，你借着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，岂可让我渴死，若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？神就使利希的结处裂开，有水从其中涌出来，孙孙喝了，精神恢复，因此那泉名叫做引哈哥利。那泉直到今日还在利希。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孙孙做以色列的士是20年。孙孙到了加萨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，就与她亲近。有人告诉加萨人说，孙孙到了这里来，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，终夜在城里悄悄埋伏，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。孙孙睡了到半夜，起来将城门的门扇、门框、门栓一起拆下来，扛在肩上，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。这是上帝的话，感谢上帝。主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主眷顾他的百姓，为他们施行救赎，在主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伟大的救主。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众先知的口所说的话，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的人的手，向我们的列祖施怜悯，纪念主的圣约，就是主对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，叫我们即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终身在主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主。孩子啊，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，预备主的道路，叫主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导到平安的路上。但愿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起初这样，现在这样，以后也这样，永无穷尽。阿们。第二篇经文，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8章15到30节。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，要他抚摸他们。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，耶稣却叫他们来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住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那人说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听见了，就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听见这话，就甚忧愁，因为他很富足。耶稣看见他，就说，有钱财的人，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！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听见的人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说，在人所不能的事，在神却能。彼得说，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能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、兄弟、父母、儿女，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，在来世不得永生的。这是上帝的话，感谢上帝。我们赞美主为上帝，认为万有的主，普天之下都敬拜主，无始无终的父，
天和天使并天上一切掌权的都高声赞美主，基路伯和撒拉佛时常大声称颂主，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天地万军的主，主的荣耀威严充满天地，有荣耀的众使徒都赞美主，有名望的众先知都赞美主，为道舍命穿白衣的军队都赞美主，普世圣教会都承认主威严无量的圣父，至贵至真的独一圣子，抚恤人的圣灵，基督是有荣耀的君王，是圣父无始无终的圣子，主要成为人生拯救世人，不辞为童贞女所生，主既胜了死的苦，就为众信徒开了天国门，主坐在上帝的右边，和圣父同荣，我们必信主在降临施行审判，所以求主拯救主的仆人，就是主用宝血所救赎的人，使我们列在圣徒中，同享无穷的荣耀。求主拯救主的百姓，赐福于主的选民。求主治理我们，扶助我们一致永远。我们天天颂主为大，我们尊奉主的圣名，永世无尽。求主保佑我们今天不犯罪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，求主怜悯施于我们，因为我们依靠主，我们唯依靠主，求主使我们永无羞愧。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，起初这样，现在这样，以后也这样，永无穷尽。阿们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求主圣父怜悯我们，求主圣子怜悯我们，求主圣灵怜悯我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父的名为神，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求父今日赐给我们，又求饶恕我们的罪，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拯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，世世无尽。阿们，阿们。求主向我们发慈悲，求主施恩拯救我们，求主保佑我们国家的领袖，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愿主的仆人都披上公义，愿主的选民得享欢乐，求主向全地彰显你的旨意，愿万国认识你拯救的大能，求主使我们得享平安，愿主的荣耀充满全地，求主为我们造清洁的心，求主更新我们的心灵。三位一体后第四主日祝文：全能的上帝啊，主常使信从邪道的人能看见真理的光，领导他们归向义路，求主使凡入基督圣会教会的人能远离一切悖逆圣教的事，遵行诸般合乎圣教的道，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求的。阿们。创造世人保养万民的上帝，我们使全人类和他们的需要向主祈求，求主使他们晓得你的真道，使万国都明白你拯救的大能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向普世的宗教会祷告，求你的圣灵引导和管理我们，使凡称为基督徒的都得指引归入真道，同心坚守信仰，彼此和睦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将身体一切软弱、心灵忧伤和有痛苦的人
交托慈悲的天父，求你照着个人的需要安慰和医治他们，使他们在困苦中有忍耐的心，并将他们的苦处变作安乐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愿慈悲的天父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垂听我们的祷告。阿们。全能的上帝是万恩的父，我们是主无用的仆人，谦卑诚心感谢主，因主将恩惠和仁慈赐予我们，并赐予万人。我们感谢主创造我们，保养我们，并将今世各样的福赐予我们，更感谢主无穷的仁爱，借着我主耶稣基督救赎世人，是我们受恩之法和荣耀的盼望。求主使我们真能思念主的一切恩惠，就诚心感谢主，并叫我们不但口里颂扬主，也在行为上彰显出来，将自己献于主，终身在主面前用圣洁公义侍奉主。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，尊贵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，永世无尽。阿们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阿们。